被说翻脸，会不会觉得很心疼？当然一定多少有点心疼。跟王麒麟在一起的陈诗源，刚刚也是你的乐天的前同事，那有没有？因为他好像昨天把翠关起来了，是蛮心疼他。希望大家可以那个口下留情一点点。200万的脸这件事情。是怎么想说想要这样回击？没有，就是一个节目效果，考验反应的时候，对大家开心我就开心。当下有真的走心吗？我觉得我个性没有那么容易走心，哎，好像真的没有什么话可以伤害到我。那最近有关心蓝蓝的状况？有稍微关心一下，因为我其实以前跟他同队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密集的接触到，我是因为女孩好野这个节目才跟她变得更熟悉一点点，然后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照顾人的大姐姐。爱情方面呢，我们其实都有一个默契，比较不会过问太多私人的事情。对蓝蓝被说翻脸，会不会觉得很心疼？当然一定多少有点心疼。跟王麒麟在一起的陈诗源，刚刚也是你的乐天的前同事，那有没有？因为他好像昨天把翠关起来了，是蛮心疼他，希望大家可以那个口下留情一点点。